上厨师的性命去保护。那个樱花有什么用啊？有樱花？哪有樱花？什么樱花？有啊，嗯，有吗？有啊，有一朵樱花。为什么我都拿到很奇怪的东西？啊，我没拿过、欸。它有一个花花的那个樱花的形状，还是不知道喂猫咪的吗？啊，这样做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拿到两次的樱花，我都不知道干嘛。我不知道、欸，我没有拿过樱花、欸。食品这个是不是？就是对哦，哎、欸，不见了。食品，好漂亮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有这个哦、喔，拿起来就消失了。了 Boki 啊，拿不到，拿不到。现在不能拿吧？你拿了就消失。我是创造，他说他写食品。樱花，嗯，樱花香、哦、这个。你拿掉彩色包就可以破解了。嗯。好啦，这个炸虾希望大家玩得开心。我们家有很多鬼造人的地图，我们可以先换下一张。好的，等他有更多的地图。OK， 感觉还蛮有趣的啦。吃樱花，吃叫什么？吃。可是西瓜没有变，就是还是有西瓜。啊哈哈哈！走喽，换下一个。好，好的。嗨 ，peace 啊！我松石大还没上去灵美日，材质包就可以拿掉了。松石大，材质包了。松石大，夫，我是樱花虾。哎、欸，假如他之后还加新的食材的话，不就更刺激說？说这一场要做出什么什么什么随机的，哇、wow, 哦，这样不同、啊、不同地图要做不同的感觉不错、啊，不错哎、欸。不得，加油咯，会变比较复杂，考验脑力。反正就全部都有，对不对？哇 ，Happy Soul 的发地图啊 ，Happy Soul 的变炸虾啦！哈，啊，对，好，要换掉哦，地狱之气。对，彩纸包可以拿掉，拿掉了。哦，这张是那个20的地图。二零的，二零的，二零的，二零要满头问号，对吗？有这里有一个这个鬼抓的地图叫做20追击，什么？哦，听起来很强啊！20追击属于你的、啊，这个长得很像20，所以我们要20退散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退散吗？20这里有你，有令甲，你说这个吗？20这里、欸，哇，美人鱼、欸，美人鱼，啊，不是那个、啊，我想说夜盲人，原来你们在看夜盲人，对啊，地盘工人、医生、乞丐，哎、欸，是夜行魔是不是上次那个啊？哦，夜未时装没事，忍者，好多、哦、医生、乞时装、炎帝，太多职业了吧？有四个装了啦，是吗？这一张好像就是像那种。欸、之前那个桃的叫什么？黑白无常，亡命奔逃吗？对，这张就是像亡命奔逃一样，就是每到一个区域要阻挡恶灵进来。哦、oh. ，无论恶灵是哪里的人，对，每到一个区域要去阻挡恶灵，然后等时间到就可以到下一个区域。那不论是人类方还是那个恶灵方，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职业可以去游玩。嗯，哦、那随机的吗？还是可以选择？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好像看着，地图竟然也没有什么说明吗？你可以踩水的，过水，哦，现在就一两张嘛，博古城，还有普通跟职业吧，对啊，20啊，职业就是20啊，一堆职业啊，成为20了，巧克力，哎哎。还没开始吧、欸、他直接把你成为20了，他先跟你讲你的职业，对，只是讲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而已、oh. 看一下而已，好好好，哦，还有职业版，冷静，普通版跟职业版，对，请稍等，嗯哼，那不然反正先普通版一次嘛，好啊好啊，然后再职业版，你要不要回个血啊？你血比较少，所以这种回血、yeah.我也只会知道自杀危险，自杀危险。中国古城，好，好，中国古城。所以他二零只有一个哎、欸，对，反星变二零、啊，搞不好我很强啊。要先逛地图吗？哦，哎、欸，反星就在这里啦，在这里耶、欸，我要。我们需要哦哦，声音好大，西部解码器，好。
啊？这是解码器，修发电机吗？这其实修发电机吧？那个音乐太大声了吧？好大声哦！等一下，好恐怖哦！好，有点大声。等一下是什么声音？吧？那个，我们全部再试一次好不好？不是，因为刚开始的地方好像可以调那个。我刚刚有说，我刚刚有说。大声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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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继续，关闭，关闭。我先全关了。背景音效关闭，背景音效我关了。好，背景音效，对，背景音效，没有，它有地图设定有可以调。我手上有炸药。冷静冷静，好。什么东西？它是哪个声音呢？为什么？好酷哦！打雷吗？我用这个按 F 啦，它的第二个技能按 F。还是 Q 出去啊？其实 Q 出去啊，没有可能是因为要进去一次，他才会触发那个关闭背景音效。哦，好，那就正式来哦。所以看来误会了，可能是 day by day 类似那种的。嗯 ，B B D， 好，卢米就是你，我不是。哎，等下 bug， 怎么了？我有刀。打。我有刀，你还有刀，我有刀，二零的刀，对，他为什么拿那个刀？他为什么没有亲你的刀？请问这个，你看，巧克力，要吗？你就是二零的啦，等一下你要可丽尔，不是啦，你要把我刀子给你啊，我的刀，这个吗？你不行了，可以下破译吗？要怎么破译？可以啊，对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发电。机对，看到一个按钮跟方块，还没用哎。哎，他一直黑那 Lumi， 你等我们一下，我们研究一下。先研究一下怎么测一下。我也要研究一下，完全是夜盲状态。你是夜盲人哦。有人可以来我这里？可能是。太多了，过去了解一下。有人要来看一下我是不是夜盲人吗？他们有指定方块，然后有按钮。我不知道。我看你是戴骷髅头的。凋零骷髅头啦，我是骷髅头，那什么我看不见？看啊，对啊，你是凋零骷髅头啊。这个每部解码器需要达到40次的互动啊，要一直按的意思，要一直点哦。嗯，这个吗？好，我们测试一下。走啊，去找他们啊。是哪一台？我想看一下。对啊，哪一台？我也很好奇耶。很边缘，这里，发现你直走，对。这一台是不是啊？不是这个，你看，我一出来就看。我刚左右各按一次。我刚刚也是啊。破译六个之后就会开启两大门的解码器，那大门解码器要按20次。有听到嘚嘚嘚嘚的声音吗？有。所以是点的，点的会有那个声音就对了。它这个要怎么按呢？有吗？你的是有什么？你要干嘛 ，Lumi？ 你要测试什么啦？没有，他有一颗地狱之心，然后丢出去之后，没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我刚刚丢出去的时候有那个啊，凋零骷髅跑出来啊。嗯？到底有没有啊？还是对，他其实还是你们有了，有啦，确实有啦，一张就可以，要一直按着啦，就是按40次，按40次啊，发电机啦，来了，对啊，就是发电机啊，就发电机。那有一些没有按钮怎么办？干嘛啊？这个是吗？团团回头，团团回头。我的那个吗？哦，像这边就只能三个人修哦。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重开地图再一次。嗯，那我还是不太懂什么东西，三个人修。过来过来，繁星过来这边。不懂哎。好，等一下再开，我要看一下。因为怕刚刚我们前面那边要站在这上面是不是？姐姐，我在搞发电机啊！我突然黑，人啊，一个人啊。我要跟着你，不然我等下就黑蒙蒙看不见了。啊，我这边前面有一个啊，左转左转。这个也是吗？这个不知道什么事。哎，我可以破译吗？我不能。你干嘛要破译？你这个二零当然不能破译啊！你要帮忙修是不是？我有发光吗？我有发光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我传过来了。为什么？二零的技能吗？诺米，你要点什么吗？二零的技能吗？我什么都没有点，而且我还种在土里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重开，因为刚直接 kill 有可能怪怪的。嗯，好，没事。好诡异！不是为什么我当坏人的几率这么高？因为你的本坏啊，你坏。对，这个感觉要优化，要有修的时候要有进度条。进度条第五人格，我不知道，就大家就会知道怎就是没有进度条就很坑。对，不知道算了几下，不知道要干嘛。对，真的，而且还不确定有没有点对。哎，要点了老半天，发现那个不是这样。对啊。它就是中间一个黑色的那个方块，然后旁边有两个石砖的。
就可以改成压力板、嗯、踩在上面时间到就好了、啊、你都跳跳跳这样子嗯，因为跳它让你按的时候可以蹲呢、啊，蹲下来按。拉杆呢？如果用拉杆，哎、欸，拉杆感觉感觉拉杆会太快，拉杆太快，拉杆重点是有进度条、啊，有进度条其实就比较比较有点点哦。没有，就来回算一次这样子。那我跟你讲，零点七就完蛋了、啊。零点七啊，对啊，零点七就完蛋了、啊。你没看过、啊？拉杆过了，拉杆太快了。好了，这个按摩是可以的，只是它需要一个显示的。对啊。嗯那你这样就可以按了按了几下，然后还可以逃跑，之后再回来按。嗯、你可能来个两轮，它就好了。哦，关闭。好，好真的来了，都等了。好，对啦，中国古筝。哎、欸，等下。我操！你的天命就是你。快跑，快跑！他肯定是你啊！你好衰哦。哎、欸，来人帮我。红色应该也是吧？这个是这个是。哦，这里在这里，对，那按超级没 feel 的，对啊，我极度没 feel。看到露米，我先走了。两个人按有用啊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人要帮我带个路啊？黑猫猫的。干嘛带你路啊？我要逃的哎、欸。对啊，你黑。谁要带你啊？你很黑吗？所以两个人修有用吗？看的全部都是黑的、啊。不行吧？按钮要等他跳起来不是吗？自盲的状态。对啊。箱子有什么？没有东西。杰克，你可不可以靠过来一点？不要走那么远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！对啊，杰克，你要先保护他。加油！加油！哎、欸，我被关进来了。你被关了？怎么快？我两下撞死了。对，我修好一个，修好一个，修好一个。六六六六。哎，我刚按钮按下去，这个掉下来。我这个不是，我这不是哦。掉下来。就是那个、啊、踩压力，那个踩踏板的。你可以来金老救我。不要，干嘛救你？耶、yeah, 哦，感谢！哦，这是救人哦，哦，哎、欸，不要救他！原来这是救人哦，哦，哦，是不是也是救两次就死了？鬼在外面，不知道、啊。所以一样是 day by day。哎呦，嗯，哎、欸、，day by day 可以救人哦。繁星那个是那个、啊、有没有？就是跨栏、啊，对，跨栏，对。可是鬼就从旁边走就好了。对，鬼可以用空格键跳过旁边。那虽然我只看得到那个发光哎、欸，整个场景都是黑的。因为他这个可能觉得你两刀就死，如果看太高、看太远会很、那個。哦，你们怎么都抢这里？可是他场地其实很多屏障。嗯嗯、欸，我都不知道他这台修过了没了？修过它会变颜色，修过它会变颜色。有修过变色啊！我要跟二零走，我要来找、那個。哦，这个是吗？嗯，对啊，二零是王哎、欸，二零，二零我们啊。我问号，我问号，这个是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问号，要一个中间黑红色的方块，然后旁边红色、哦，旁边是两个链石砖、啊，还有四个哎、欸、啊，这难找吗？好难哦！哎、欸，来了啦，那个噔噔噔噔噔噔。因为我觉得他跑超慢的、欸哦，所以那个就是因为我真的整个都是很慢的状态下看不见。有效了哦、哎，所以这个就是吧，杰克。对对对对。哦，你打到一下，我们还会加速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会停在原地啊。什么声音？就跟 day by day 一样啊。没事没事，他超弱了，他超弱了。他超弱看不见。我不管谁下一个跳来给我当一下，因为我一直看着你啊，我不会要连当三场啊，战地特派记者啊，我不会要连当三场。你现在看到是眼瞎的恶灵，这里修好了，他一整个很鏘，超鏘，我看不见啊，你都不叫，我们修了一个，就修一个了，再修一个，我好难过。而且我还会被禁止攻击，你们超过分，还揍他，上面可以上去，哎我死了，呜，你杀我几次，呜，杀了杰克，杀了他两次，哎，你不下打呀，有人逃掉是不是？啊，没有逃掉吗？杰克死了八次，他不用逃，对啊，杰克死八次，你是把我们扣打用光了啊？这样子不行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八次，
你以为集八个死亡会怎样吗？对，可以召唤一只卢米。集八点呢、欸？他真的把我们扣打死亡、欸。集八个死亡啊！你哇，把所有人都死光哎、欸！你刚刚死亡是怎样？为什么你会狂死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一直飘着，就是观察者的状态、啊。还是他侦测没有弄好啊？就是我觉得地图一直狂死。对。嗯